我很早以前就觉得啊，在天上飞感觉还有点奇妙吧，像个诗啊。随着一开始是爱好嘛，玩，它给我们带来快乐。在天上啊，大部分时候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其实也是蛮紧张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相对于第一次飞行，现在的飞行已经放松很多很多了。白云在身边飘荡，身下是广阔的大地，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，这种独特的体验让人忘却一切。